饮料里面没有一滴奶是怎么做到的？今天我做给你看，来注意看哦，倒一点。来，这个科技一，我们咬一下。这个看起来太稀了，不像是不是？来，科技二。注意看哦，来一勺。哇，这个来，是不是很像啊？哇，奶香味十足啊！嘿嘿，太稀了是不是？来，科技三，看好，容易哈，这个再来粘稠。哦，这里面还有一层哦，来。哇，这个奶香味浓郁，来快点，来一勺。哦，哇，这很粘稠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粘稠了？牛奶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来，我给它倒出来啊、哦，给它倒出来看一下啊、哦。来，这挂壁效果怎么样？哇、哦，这奶香味十足，你看一下。哦，来。这个草莓味的，来草莓味的，这草莓味的啊，嗯，草莓味的，来破一下，哇、哦，太多了啊，来草莓味浓郁，你看一下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喝过。不要到外面去吃了，真的不要到外面去吃了，真的不要到外面去吃了。来看一下，菠萝味啊，草莓味。那如果是红色加色素，这个更简单，没有一滴奶的奶饮品。